back and bounce, watch it feel on me. Bounce, watch it feel on me.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，写一首10几岁听的情歌，可惜我没在那。护理，这是又最近用的2款洁耳液，一款是法国维克耳飘，一款是阿莫金缕梅滴耳液。今天用阿莫滴耳液给大家示范下又平时是如何护理耳朵的。准备滴耳液和棉签，因为平时经常护理耳朵，有的耳毛已经拔得很彻底。取半滴管滴耳液滴进狗狗的耳道里，然后按摩狗狗耳内侧下方，狗狗的耳道呈 L 型，充分按摩耳油会深入到耳道里。坐起来继续按摩。 让狗狗自己甩头，把耳道内的脏东西甩出来。又甩头太快，没来得及录下来。然后拿棉签把耳朵内侧表面甩出来的脏东西擦掉，手法一定要轻，狗狗才不会反抗。切记棉签不要擦得太里侧，这样反复擦拭，直到耳朵擦干净。狗狗如果甩头，就要继续擦2遍，直到干净为止。